手我怕，不知高下，怕太肉体我。竟然能伤到神，看来不是普通的人族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！从今日起，该轮到你们神族对我们感到恐惧了。竟敢侮辱我！ 侮辱神族！鬼木这个废物，真是丢尽了我们神族的颜面，连个凡人都打不过，他这个温布大神，怕是要当到头了。地藏界神力，独活！ 吃的连渣都不剩。 讯息带给其他人，神并非不可战胜。神，神，也不过如此。 凡人太嚣张了！想什么呀？叫什么？都振作起来！为了我们的王！ 多久？ 新王，是你？一个凡人，居然能够挡住天魁的金刚界神力，我都有点佩服他了。在神域，能接住天魁攻击的神。 都没有几个。金刚界神力，这群人族实在是聒噪。 月湖，没想到啊，曾经的祭师新月湖，竟然成了新国的王后。妹妹，好妹妹。 你终于动用神力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躲在人界，姐姐好生想你啊。娘亲，你为什么会有神力啊？ 是啊，庚儿，娘亲本是神族，你父王的铠甲上有不死鸟的精魂，一直藏在皇宫的地牢中。不是故意要瞒着你，只是神族私逃下界是重罪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躲避神族的追杀。我告诉你，是为了保护你。而如今已无需再躲。 傅铠甲是活的，他正在吸走新王的血。人间将会诞下一位凡人，他走过死亡幽谷而来，与不死鸟并肩作战，最终将带领人族打败神族。这个凡人就是真正的天下战神。流传在神族间的这个预言，如今看来。 并非虚妄。借神力，黑龙他来了。黑龙，创造三界的神王。黑龙一向不愿插手人间之事，他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：他发现你父王是不凡之人。那父王不能去，不能让黑龙发现你。 在我的无色界神力下还能开口，果然不是一般的努力。我们是人，不是奴隶。人，哼！若没有神族开辟三界，创造万物，你们这些奴隶哪有机会站在这里？没有神。 我们人族依旧万物循环，我们有家园，有家人，我们有爱，有爱才是力量。族曾有预言，将会出现一个人族战神将我打败。真可笑！说你呢？真可笑！伟大、尊贵的神王黑龙降临到人间，只为了一个预言，你就那么怕吗？啊？ 他们怕被人族打败吗？见到你我就明白了，所谓预言，不过是谣言罢了。有我在，人永远只会是神的奴隶。 不死鸟，我曾在600年前亲手撕碎过它的双翼，将它的火羽一根根拔除，就像今天一样。我神族是你最大的恐惧。 父王，他撑不住了！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父王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这是他的使命。娘亲，我早已经做好了战死在沙场的准备，保家卫国也是我的使命。殿下，就算借助不死鸟的神力，奴隶终归是奴隶。 他是谁？他是你叔叔，子羽。子羽叔叔，就是那个弑神的人族大剑士。炼气。 看来人类也会些不错的技巧。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。别借助神力，只靠炼气就能突破黑龙的五色墙，这个人族才配得上做我的对手吗？子羽，你回来了，王兄。当年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王兄需要，我随时都会回来。今日子羽回来，助王兄一臂之力。好。 死鸟，燃烧我的鲜血吧！ 因为你，这7万年来人族百姓流了多少鲜血？今日，得让你尝尝流血的滋味。10万年来，你是第一个伤到我的凡人。能转型？转离而死。大剑士，你分心了，游戏结束了。 父王，父王！大王！父王，父王，儿别哭，你可是我新王的儿子，新国的王，要结束战争的不是我。 是你，所以你要有勇气对抗神，要为父王实现我未能完成的使命。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保护好我们的子民，保护好新国。你要坚强，坚强的活下去。我和你娘。 我和你娘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父王。父王。在这份痛苦的使命中，幸好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让我从不孤单。我们终将再次相见，而在这之前，请最后一次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 元族战神仙王，在神族面前同样不堪一击。白国蒋氏当为神族鞠躬尽瘁，杀！妖后肯定在上面，上！快快快！妹妹，让我好找啊！我苦寻多年，不想你竟躲在这儿，还跟人族生了个孩子。做高高在上的神不好吗？为何自甘堕落，非要做低贱的人？就是因为你高高在上，才不懂人间的幸福。哼。 我可不是来跟你斗嘴的。如今新王已死，你乖乖跟我回神域接受惩罚，兴许神王会饶你一命。我若不跟你回去呢？那就由不得你了。 看你玷污神族血脉生下的儿子，凡人之躯不堪一击，干脆我杀了他，免得他活在世上，让神族蒙羞。说吧，妹妹，你在人界生活多年，疏于练习神技，早已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就没有想成为你的对手。你当真要为人族殉情吗？ 别怕，马上就不疼了。